馆观光。高雄市文化局邀请六位知名插画家描绘在地重要文化景点，制作成由高雄有文化卡好的旅游地图。但其中一位插画家洪天贤却在个人脸书发表支持罢免韩市长。洪天贤说，十年前搬来高雄，从工业城市蜕变至今，深深引以为傲。但半年来质感崩坏，好像只要发大财，其他都不重要了。因为文化政策的空洞，让高雄成为善笑的对象。我支持罢免韩市长，夺回城市的荣誉感。而洪天贤的画风大多以拟人化的动物为主轴，也利用插画关心反送中议题，相当有个人特色。只是才刚被邀请帮文化局画旅游地图，文化局上午召开记者会，下午插画家就在个人脸书发布支持罢免韩国瑜，时间点实在尴尬。但是我们一定尊重，但是罢免活动那是他自己个人的政治行为了，我相信也希望他也不要把我们的文化活动混淆在一起。今天连可以帮文化局协助插画的艺术家都跳出来支持罢免韩国瑜，这无疑是给韩国瑜一记重拳，告诉他不能漠视高雄市的发展以及文化的发展。韩师傅表示尊重插画家个人意见，只不过韩市长的半年施政民众看在眼里，毫无成果，也让罢韩成为全民运动。三立新闻黄志忠、黄家平高雄报道。